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啊，净饭法师所著述的，那么第一二三七页啊，忆佛礼赞啊，那么也就是这个药师菩萨哈、啊，他的前世啊，他的这个数世劫以前曾经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对吧？他燃生供佛之后又再来。啊，再生啊之后呢，还来得及赶上什么？日月净明得佛还在世啊，所以他非常的欢喜。那么他就说：“我今哈、啊，他对他的父王有没有？他生在这个净德王家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跟父王讲说：‘大王，我今当还供养此佛，对不对？’啊，之后呢，他就忆佛来礼赞啊，所以他白以哈。啊”即坐七宝之台啊，啊，他坐在七宝台上，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啊，啊，有个高度之后呢，他就到了往道佛所，头面礼足啊，合十指爪啊，等于合掌啊，哈，合掌啊，那么以偈来赞佛，说容颜甚奇妙哈、啊，在赞叹日月净明得佛。啊，说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啊，我是曾供养了，今复还亲近了。啊，就是我的上辈子哈、啊，我都还曾经供养过。那我现在再来呢，竟然我还有机会再来啊，这个看到哈、啊，等于是看到佛陀的这个啊，等于这位日月净明得佛呢还在。啊、哦，所以他还有机会再度的来接近，嗯，好、哦，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其实，在前面这一页哈，因为他这是一声声嘛，所以没有隔音之谜啊，啊、哦，在第一二三六页解释啊、哦、的这个倒数第三行呢，有没有他的转身是什么一声声，并不是分段生死声。如果是分段生死声，我们是不是都会有什么隔音之谜啊？啊，因为他是一生生，他非父母所生，所以没有什么隔音之谜啊，所以他还可以记得他上辈子是不是就在日月净明得佛前，那么来燃身供佛嘛哈、啊？那他这辈子，他在下辈子再来的时候，他又有机会啊，因为日月净明得佛呢，他还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说是记忆哈。啊他前面这个偈是在赞叹日月净明得佛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白佛言啊，因为已经到了佛前了，所以他就对佛陀说：“世尊啊，世尊犹故在世啊，啊，世尊您哦，真的还好，还在世啊，他非常的欢喜啊，那这个能够亲见到佛陀在世啊，所以第二呢，他就受佛咐嘱啊，所以这个时候尔时呢。”日月净明得佛就告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善男子，我涅槃时到啊！啊，虽然你现在见到了我，却是呢，我即将要进入涅槃了，啊，灭尽实质啊！啊，我已经要这个，已经即将要入灭了。啊，所以我们说佛陀的入灭哈、啊，之前不会哈、啊，一定都事先知道的啊，并且没有不会有任何的痛苦的啊。”那佛陀呢要入灭之前其实再三再四的就是只有怎样这个希望能够附属下去能够希望众生能够续佛慧命嘛啊，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哎，我即将要等于是附属给你咯啊，所以呢他这个灭尽实质了哈、啊、如可安师床坐啊啊，你可以在我这身边这个啊等于是安坐下来，我于今日啊，今夜呢，当波涅槃呐、啊，啊，他这个就好像在等他来一样啊，是不是？啊，等他再来，那之后他就要入灭了，所以他又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他又跟他讲说：“善男子啊，我以佛法来主累于汝啊，啊，他要交代他呢，这个佛法那个，希望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能够怎样？”能够接受他的附嘱啊，那以佛法来附嘱附累给你的啊，还有呢诸菩萨大弟子们啊，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
啊，所要付诸的还是什么成佛的大圣佛法，啊，并且呢，也以三千大千七宝的世界啊，用珠宝树啊、宝台，还有呢，给世诸天呐、啊，那么悉付属于汝啊，啊，都付属给你哦。那么我灭度以后呢，所有的舍利啊，也付属给你的，啊，那么当令留步哈、啊，要把舍利也要能够传布下去，啊，广设供养，那么也应该起若干千塔，啊，也可以起塔供养。那其实不，这佛陀的附属不是为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广设这个佛塔呢？其实也为了要度化众生，对不对？啊，因为众生看到佛塔，也如同看到佛一样哈、啊，会起恭敬心、信仰心，乃至于能够入佛门嘛哈。啊所以呢，如是日月净明德佛呢，那么就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完毕以后，就在夜后啊，这个夜后分，那么入于涅槃。啊，于夜后分哈、啊，因为印度人把日夜分成什么昼夜六时，有没有？有昼的初分、中分到什么这个后分啊？夜啊，等于是昼。昼有三分，夜有三分，对不对？是初分、中分到什么后分，啊？那夜也一样啊，中夜，初夜、中夜到什么后夜，这等于是后夜了，啊？那这个，所以他就在这个后夜呢，就入于涅槃，啊，入于涅槃。好，那他接受了佛陀的附属啊，所以呢，佛灭后呢，就要供养舍利啊，那会有外财的供养。外财的供养，所以这个时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见佛灭度哈、啊，就非常的悲感懊恼啊，恋慕于佛啊啊。那么因为他是这个也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哈、啊，他没想到他虽然再见了佛陀，却是已经是最后一面了啊。所以呢，他还是这个、因为他接受了佛陀的附嘱，所以他就以即以海此岸旃檀为基。啊，为鸡呀、啊，也就是牛头旃檀嘛，哈，最香的旃檀，那么把它变成是要能够火化，啊，火化佛陀的，啊，要涂壁嘛，啊，用那个来当作心火，啊，心木草心呐、啊，啊，这里说叫草心，等于是把它堆起来，那么用这个来，啊，涂壁，啊，所以供养佛身而已，烧之啊。啊，用牛头旃檀来化佛啊，来火化佛陀，所以火灭以后呢，那收取舍利啊，做了84000宝瓶，啊，那么也起了84000的这个佛塔，啊，而且呢，这个非常的高哈、啊，高三世界，表刹庄严，啊，垂珠翻盖啊，那么这个宝刹。也是非常的庄严的哈，也有翻盖佛幡啊、宝盖啊，而且悬众宝铃啊，啊，在宝塔的四周围也有宝铃啊，风吹来也会有这个非常悦耳的声音。那这个都是外财的供养啊，啊，外财的供养等于说他花了很多的这个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啊。之外呢，他就是内身的供养啊，内身的供养啊，那。内身供养呢，他就证明燃身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又再度的自己念到说：我虽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供养哈，那么这个都还是属于外财的供养，但是他心犹未足，他觉得还是不够敬意啊，所以我今当更供养舍利啊，啊还要再。更进一步的来供养佛陀的舍利，因为佛陀已经不在，是不是只剩下佛陀舍利了？啊，所以他就便与诸菩萨大弟子啊，他就跟这些菩萨大弟子们，还有天龙八部这些哈、啊、夜叉等一切大众，来讲说啊，汝等当一心念呐、啊，啊，你们要一心专心一意的来念哦，啊，我今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啊，啊，他要供养。佛陀的舍利，那作是予以啊啊，即于84000塔前呢，燃百福庄严贝，72000岁而已供养。他开始燃贝供佛，不是燃身了，啊，他燃贝啊，他的这个手贝啊，啊，那因为他的
再来的这个菩萨的那个色身的样子也是非常的庄严的哈，白服庄严，因为他的前身做了什么燃身供佛的缘故啊，所以呢他也是非常的庄严哈，百福庄严的这个手背啊开始燃，而且经过了72000岁啊而已供养啊，所以他证明燃身之后呢十众得意啊，所以就令无数求声闻众无量阿僧祇人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是往得往现一切色身三昧啊，他这样子的一个供养的方式哈，用内身来供养，那么感召了呢很多的什么声闻众啊，无数求声闻众，求自我了脱的这个声闻众啊，等于回小向大，还有呢无量的啊，无量无边无数的这个人数呢，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什么成佛的大圣心，对吧？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当时候众生呢也能够获得利益，是因为看到这样子一个庄严的景象啊，而升起了什么这种大圣的菩萨心呢？啊，皆使得往啊得住呢现一切色身三昧啊，啊，等于看到了所谓的他所现前的这种叫做住一切色身三昧是怎么样八地上的菩萨才能够现的啊，也才能够现得出来的啊的这种景象啊，是非常的光明照耀的啊，所以会有十众的这个得意啊，还有呢十众悲感呢 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悲戚的哈、是因为他们觉得哇这样子燃被供佛哈、那么也是让他们很感动哈、但是也很难过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诸菩萨还有天人啊阿修罗等见其无背啊，因为已经燃背供佛了嘛哈，所以他的这个手背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们也感到忧恼啊悲哀，所以呢这些众生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言说，说此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等师啊，啊因为这位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啊，透过他们的教化哈、来教化我者，而今烧背呢身不具足啊，因为已经双背是不是都燃烧掉了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身是不具足的了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悲感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其实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来说的话呢，他誓言平复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位菩萨在大众当中呢，就立此誓言了。啊，他说：“我虽然舍了两倍，但是必得佛净色之身呢。”啊，他能够有所舍，是不是就会有所得啊？啊，他两倍都舍了，那么其实他必然会获得什么佛的净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倍还复如故啊！啊，如果他所说的呢是实际的，而不是虚妄的，那么让我的两倍呢又能够怎样恢复回来？所以做事事宜呢自然还复，由是菩萨福德智慧醇厚所致啊！啊，那又确实后来他这两倍是不是又恢复回来了？啊，自然还复啊，那么就名为金刚不坏身。反而获得的是金刚不坏身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位菩萨他的福德还有智慧啊，并且他的这种身性的这种心性的那种醇厚啊所导致的一个果报啊，所以有所得而获得的是不是更加的这个等于是佛的什么金色之身，也就是金刚不坏身，这个叫帕登秋古天德用，是不是？啊、真的是帕登秋古的，两只手臂是不是都已经燃被啊供佛了？但是获得的反而是什么金刚不坏之身，啊，金刚不坏的这种金色之身呢？啊，所以呢，感诸瑞相啊。所以当耳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呢六种震动啊，天宇宝华，一切人天呢得未曾有啊，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瑞相，
啊，觉得是不可思议哈、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果位高者啊，那么他们所现的种种的福德因缘果报，那真的非我们所这个能够去思议的哈、啊。但是这种事情就非我们所能够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果位太低了哈、啊，那就非我们能够去掌握，而且也不适合啊，并不适合。好，所以呢，又会古今哈、啊，所以等于把这个是本的部分嘛哈，啊。啊那么再会到现在来看待，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啊树王华菩萨，因为由树王华菩萨是不是在请教佛陀药师佛的过去啊？哎，啊，所以听完之后他就问说啊，于如意云何啊？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岂亦人乎啊？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并不是别人。其实就是现在的什么药王菩萨是也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先讲的话，我们念了半天会觉得，问药王菩萨怎么药王菩萨都没出现，啊，是因为药王菩萨的什么他的过去啊，他的属于本门的部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之后呢他才又成为当今现在的什么药王菩萨啊，他过去其实曾经是什么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乐习什么苦恨啊，燃身供佛乃至于燃背供佛，是不是啊？那么也就是现在的药王菩萨是也啊，啊，其所舍身布施啊，如是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数啊。他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方式其实是经常的啊，在数世劫的过程当中经常的去做的，因为他乐习什么苦恨啊，这是他的一个特质啊，他的一个特质，他会做这样子的一份供养啊，啊，那这个也就是他的这个过去啊，他的本门上的这个部分啊，好，那透过这样子，其实呢，也是要能够怎样，要赞叹的是《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哈、啊，因为他也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讲到那个，因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他有种种的这种功德庄严的这种事迹来讲的话，他也讲嘛哈，都是因为他听闻了什么《法华经》的缘故，哎，是不是？啊，是因为他听闻《法华经》的缘故，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燃身供佛嘛？有没有在第一二三一页？啊，我们回头看一下哈，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有没有？啊，他讲哈、啊，在前页的最后一行有没有？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有没有？皆是得闻《法华经》力啊，有没有？啊，他之所以能够啊得现一切色身三昧，就因为得闻《法华经》力的缘故，所以呢，他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及法华经，其实他不仅是燃身供佛，还燃身供什么？供法华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跟要把他的燃身供佛、燃背供佛，是不是要跟法华经又要结合在一起啊？不只是供佛而已啊，对不对？他是不是还供法华经？啊，供法华经，所以他即入涅槃嘛。即时入于三昧有没有？一切啊，这个色身现一切色身三昧，啊，也就是能够到无生法忍的这个果位，就因为他啊获得了法华经啊，因为得闻法华经力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么就来赞叹啊，赞叹这个法华经啊，所以在我们的科判表也是啊哈，透过。问答本事之后是不是就赞叹经德啊？有没有赞叹经德？好，那总叹全经，还有别叹什么经与品？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吧？哈，所以呢，在第一二四四页，是不是总叹全经啊？总叹全经，那么较量叹啊，较量叹啊。
所以佛陀啊，要对树王华菩萨说：如果有发心啊，想要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想要发什么成佛的大心来说的话，能够燃手指乃至足一指，啊，就是说能够燃手指或指，啊，只是其中的这个脚趾头里面的一指来供养佛塔，啊的功德呢是非常之大，胜过以什么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啊。啊，就说燃指来供佛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前面讲到燃身供佛、燃背供佛，到什么燃指供佛，到燃指供佛，啊，在这个历代这个过程也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根据这个，不过真的是不鼓励哈，真的是不鼓励，尤其我们说。印顺导师也说，其实后面这六品是加上去，倒不一定是《法华经》的这个本意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就看看就好。哎，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因为真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承担的一个方式哈。就说我们真的要去实践的话，不一定用这个方式，对不对？我们身心上面的这个奉献给众生的那个功德哈，也是不可思议的哈。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来供养于佛陀，还有呢大菩萨或者辟支佛，就是圆觉，还有阿罗汉，啊，那么世人所得的功德呢，不如受持此《法华经》，乃至啊其中的一个四句偈啊，祈福最多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受持《法华经》啊？啊。用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呢，来供养佛跟大菩萨啦、辟支佛啊，还有阿罗汉，是不是都供养这四圣啊？啊，都还不如什么受持此《法华经》，甚至只是其中的一句四句偈而已，他的福德还反而更多。这个是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啊？哎，这个反而是我们做得到啊。好，所以这个叫较量的称叹。啊，那举譬的称叹啊，所以主要其实是为了要怎样，要鼓励我们来受持《法华经》，胜过哈，啊，这个用七宝啊。虽然前面也说用珍宝来供养是很大的功德啊，那还不如什么前面说燃指。不过我们啊，应该是要后面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受持《法华经》的功德还胜过了什么七宝的这个供养啊，啊，供养四圣哈。啊，好，那举譬哈，举这个譬喻来赞叹这部《妙法莲华经》的可贵哈。所以，释迦牟尼佛对树王华菩萨就讲哈：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最低，最为第一，有没有？不管任何的江河、江水或者河水，是不是都不如大海来的大？啊？大江大河还不如大海，对不对？海为第一，那此《法华经》亦复如是啊，啊，于诸如来所说的经典当中呢，最为深大。啊，这个就可以知道这个《法华经》哈，啊，它的那个受持《法华经》的功德是很大的。啊，还有呢，又如土山、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甚至是所谓的石宝山。众山之中呢，须弥山是不是最为第一啊？哎，那此《法华经》亦复如是，就如同须弥山一般，在诸山当中是不是最为第一？那么《法华经》在诸经当中最为其上，啊，又如众星当中呢，月天子最为第一，啊，所有一切的星是不是都不如月亮来的明亮啊？啊，所以此《法华经》也是这样子的哈，于千万亿种诸经当中呢，法中最为照明啊，啊，它的明亮的程度是最为第一的，啊，又如同日天子，啊，能除诸暗，啊，就像太阳光，太阳嘛，啊，太阳一升起，那么是不是黑暗就消失了，啊，那么此经亦复如是。
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呢、啊？啊，因为不善就是恶，恶呢，其实从我们的什么无明烦恼而来，对不对？啊，那《法华经》啊，不断的劝善啊，而且呢，这个能够开权显实，不仅是善恶的问题，还有就是出世啊，世出还有什么世出世入而无碍的法的菩萨法嘛。啊，所以能够破一切不善之暗呢、啊，啊，不善就会是我们的黑暗无明，啊，那《法华经》是最能够破的，啊，啊，又如诸小王当中呢，转轮圣王最为第一，啊，所有的王呢都不如什么转轮圣王，哈、啊，尤其转轮圣王里头又有金转轮圣王、金银铜铁啊，啊，金转轮圣王是最为第一的。啊，那此经亦复如是，于众经当中呢，最为其尊，啊，这是最为尊贵的一部啊。又如第四天，啊，第四天也就是三十三天，它是三十三天的什么天主，啊，那此经亦复如是，它是诸经中王啊，啊，又如同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那么因为印度啊，许多的外道都认为。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从什么？从梵天那里来的，所以呢，会认为梵天王是一切众生之父啊，啊，那此经亦复如是啊，所有的一切贤圣、学无学及发菩提心者之父啊，啊，要能够超凡入圣，有学乃至到无学，啊，无学呢就是四果，对吧？从这个初果一直到四果的无学。啊、凡夫还有像初果、二果、三果都还是有学，对不对？一直到四果而无学，啊，纵然到四果而无学呢，那么也都还是，啊，都还不如什么佛陀，对不对？啊，所以呢，发菩提心者，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者，希望能够透过学佛而成佛者嘛，哈、啊。所以呢，这部经呢也是如同什么一切这些圣贤者之父一般，对不对？啊，贤圣者，凡夫贤圣者之父，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透过学佛而成佛，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啊。好，那又如一切凡夫当中啊，凡夫里头，那么有须陀洹、凡夫之外了哈。那么还有超凡入圣的这个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是什么？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对不对？还有呢，辟支佛是圆觉者，啊，来讲的话，圆觉，啊，辟支佛呢最为第一，最为第一。应该说在凡夫当中呢，圣者，那么是超越了什么凡夫，啊，这里的从初果到四果。还有圆觉者，他们是不是都属于圣者啊？啊，圣者是超越了什么凡夫的。那此经亦复如是啊，如来所说的啊，那么不管是菩萨说的，或者是声闻所说呢，那么诸经法中呢最为第一啊，就等于他是因为他能够成佛的缘故啊，可以超越了。啊，菩萨声闻缘觉，啊，那只要有能够受持这部经典的话呢，亦复如是，也是一样的哈、啊，在一切众生当中呢，最为第一，就如同在凡夫当中，那么圣者是超越了凡夫的，啊，那《法华经》是超越了所有的一切经典的，啊，还有呢，一切声闻辟支佛当中呢，那么菩萨最为第一哦，因为声闻辟支佛是不是都属于小圣法？啊，那大圣的菩萨道呢，是超越了小圣声闻道的啊，所以此经亦复如是啊，在所有一切诸经法当中呢，是最为第一的啊。还有如同佛陀是诸法王，那此经亦复如是啊，是诸经中王啊，啊是诸经中王哈、啊，所以《法华经》也是非常得到中国人的啊，中国学佛者的一个爱戴哈、啊，因为。也看到这一直不断的强调的是什么？诸经中王啊，诸经中王。
好，那诸经中王呢，那么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拔苦与乐的啊，拔苦与乐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又对树王华菩萨说，此经能够救一切众生者啊，啊，能够救拔众生在生死大海当中啊，知道这个如何出离生死啊。所以佛陀是不是也为生死一大事因缘而化现在世间呢？啊，就是希望我们众生能够怎样啊，等于《法华经》就是在开示悟入佛之智慧的大海当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此经能够救一切众生啊，而且此经能够离一切众能够令一切众生来离一诸苦恼的啊，来离脱离我们的这种烦恼大海啊，而且呢，此经能够大饶益一切众生呢，充满祈愿呢。啊，能够帮助我们实践我们的愿望。不过我们的愿望要把它调成合情合理合法，是不是？哎，而不会胡思乱想的愿望，那是不行的，对不对？啊，等于说，当我们理解了佛法之后，我们会不会再调整我们的愿望啊？就要把它这个要合情合理啊，要如法的愿望，那就有可能达成的嘛。啊，所以这个可以拔苦而解与乐。给予快乐哈，好，那这是法说的部分，还有欲说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华经》就如同什么清凉地，啊，能够满一切诸渴乏者啊，啊，所有一切又非常口渴的人，是不是看到清凉池就很高兴啊？因为有水可以喝了啊，清凉池哈，不是清凉地啊，清凉池能够满一切诸渴乏者嘛，对不对？啊，也如同寒者能够得火，有没有？寒冷的地方是不是就希望有火啊？啊，能够有火的这个热啊，温暖啊，也如同裸者得衣啊，没有衣服，这个赤身裸体在那里，是不是就希望能够有衣服啊？啊，也如同商人得主啊，商人得主，也就是说，这个做买卖的是不是都希望能够有买主啊？不然呢，那个是不是就卖不出去了啊？所以商人得主也等于就可以获得我们想所要的利益嘛，哈。那也如同孩子得到什么母亲，也如同这个在从此岸到彼岸，是不是需要有船才过得去啊？渡者船，也如同什么病者得医啊，生病的人得到什么这种适当的医疗，也如同在黑暗当中得到了光明的。这个灯啊，明灯，也如同贫穷的人得到了什么珍宝一般，这都在解除我们的痛苦啊，对不对？啊，也如同啊，这个人民获得了什么转轮圣王，啊，也如同呢甲客得海，啊，如同这个火炬能够除掉黑暗，啊，这个甲客为什么要得海啊？啊，因为前面也讲过，其实很多的七宝是来自于海底啊。有没有这些甲客是不是都要入海去取宝啊？啊，尤其后面也会讲到说，哎，会有罗刹啦、黑风啊，啊，为什么要到大海里头去取宝啊？在过去啊，往往这些宝都从海里来，啊，所以这也叫做甲客得海，得到海中的七宝，啊，等于做生意、做买卖的人，他总是要有本啊。这个本是不是要从海里头去获取的啊？所以甲客得海啊。好，那透过法说、譬说之后，是不是就把它合说了啊？合说，所以此部的《法华经》来讲的话，亦复如是啊，能够离令众生来离一切苦、一切的病痛呢 啊，而且能够解一切的什么生死之苦，不只解个人的生死之苦，是不是还帮助众生来解脱生死的束缚啊？那就是菩萨道啊，啊，所以菩萨道也是在啊帮助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嘛，是不是？啊，所以呢，把它合在一起哈，啊，所谓菩萨道的可贵，是不是就是与乐拔苦？啊，其实就是要与乐拔苦哈，啊，所以用很多的譬喻，啊，这些譬喻都是透过啊，比方孺子得母，是不是也是与乐拔苦了？孩子如果没有母亲是很可怜，一旦有母亲是不是就很温暖嘛？啊，
那这些都是娱乐拔苦哈，所以我们说，哎，《法华经》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怎样，能够让我们啊给予我们安乐，拔除我们的什么烦恼、痛苦、生死束缚，对不对？拔除我们的所有一切苦、一切的病痛，啊，好，所以会有所谓的出生功德的叹啊。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得闻这部《法华经》哈，能够自己去书写或者去叫人家书写所得的功德，那么以佛智慧来筹量，多少不得其边呢？啊，就说能够自己书写叫别人书写的那个功德也是大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什么五种法师之行啊，对不对？书写嘛，啊，尤其过去这个印刷术不发达，没有印刷术的时候，是不是经的流传就要靠人书写啊？一步一步的才能够流传的下去，所以所得的功德是非常之大。用佛陀的智慧来想象，都还想象不到的，啊，那么可见它之大，啊，是无量无边的，啊，而且呢，若书是经卷来说的话，啊，能够书写这部经卷，那么用花香璎珞了，啊，那香里头还会包括有烧的香啊，跟这个香末的香。涂啊，这个油的那种涂油的香啊，还有翻盖啦，用衣服啊，种种的灯啊，所以我们说用香花璎珞啦，还有灯涂果月，是不是都是对诸佛菩萨的供养啊？啊，那种种之灯里头有酥灯，有油灯，有猪香油的灯哈，啊，也有占波的油灯哈，啊，须玛那油灯哈，各种不同的油灯哈，波罗罗油灯哈，波利施加油灯，那婆摩利油灯来供养，所得的功德呢，亦复无量啊！啊，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书写这部经典，就如同用种种的花香灯涂果月的供养，甚至还要超过，是因为法宝的流通啊，是因为法宝的流通啊。好，好，那么别叹啊，经那么与这个品啊，所以这个以上是总叹全经啊，整部经的功德啊，然后再分别的来赞叹这部经啊，跟这一品啊，啊，所以会有称叹啊，跟这个主累啊，所以这个称叹里头有总名无量义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对素王华菩萨说，如果有人能够听闻到药王菩萨本是品者，亦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啊，不只是听闻到法华经啊，如果能够听闻到药王菩萨本愿品的话啊，所得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啊，这是总名无量的什么利益。那分别的来名啊，这个报后的这个利益，后报的利益了啊，等于是下一辈子啊，以后的利益啊，那么可以转女身啊，就说若有女人闻是药师药王菩萨本是品的话啊，而且能够受持，尽是女身，后不复受啊，啊，完毕了这一辈子的女身之苦之后呢，下辈子就可以不用再来当女身啊。但是我们说，哎，其实当女身的话，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哈。业力的话可能自己不愿意，那可以转，那说愿力的话呢，还是继续可以当女神，可以当女众的。所以常讲说，其实当女众不见得不好，要是我都发愿要当女众。维摩诘经里面不是讲到天女啊，那舍利佛不是在取笑天女说，你为什么还是个女众啊？他说，拜托，我求十二年才求到的啊。我觉得，哎，这个对我们女众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女众不一定不一定都是业力所致啊，也有愿力所致啊。那除非业力所致不愿意的话，那当然可以发愿女转男生嘛。但是一样是不是也可以发愿，哦，我就是要当女众啊啊，那这也是个，那就是愿力所致啊，所受到的女生之苦会少一些啊。所以其实这里有讲到，其实药王菩萨本视频来说的话哈，比较重要应该说叫轻身重法了啊。在我们的第一二五四页有没有第三行轻身重法的意思啊？为什么这个然
燃身供佛，燃臂供佛，乃至说燃指供佛，有没有？是不是轻身啊？啊，重法，就是法是更可贵的，不惜用身来怎样供养啊？但是倒是不一定要一定要用啊燃身、燃臂、燃指的方法，而是如果我们愿意奉献我们一辈子，对不对？在身心上都愿意奉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尤其在法的这个流传。啊，在法的流传，好，所以呢，这里不止啊，不止这个可以转女身啊，而且可以怎样生净土啊。所以呢，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到，其实他这个后来会跟什么，跟真常唯心系比较接近啊，因为跟净土会结合啊。那当然我们说后面六品呢啊，应顺导师就讲说，这个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哈、啊，因为跟前面的《妙法莲华经》的那个不完全那么一致，好，啊，尤其我们刚才也讲嘛，啊，在这个常不清菩萨品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说是在竹雷品之后，最后面是不是应该已经完毕了？哎，那之后这六品哈、啊，说实在有点是加上去的状况哈、啊。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若如来灭后啊，啊。如来在哈、啊、以释迦牟尼佛了啊，这个化现在印度，对不对？大概在西元前500年，啊，那如来灭后后500岁，是不是就到西元一世纪了？啊，那表示其实西元一世纪是不是才有大乘经典的出现呢？啊，那大乘经典的出现大概要在如来灭后后500岁，所以《金刚经》里面是不是也都讲到这个？啊。当如来灭后后500岁，像《金刚经》是不是才能够转为主流啊？因为在这个前面的500岁是以声闻法为主流哎。啊，纵然佛陀在世所宣说，是不是还是声闻法呀？啊，是因为跟众生这个根基相应的关系，啊，大家还是会比较以解脱道为当极之物啊。啊，那菩萨道呢，要理解是不容易的哈、啊，要经过500岁。500年了，啊，所以当大圣经典这个兴起之后，哈、啊，如果有女人哈、啊、听闻到这部经，又能够如说修行的话，那么在这辈子的命中呢，即往安乐世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还有大菩萨众呢，会围绕在住处，啊，会透过莲花化身来生在这个莲花的宝座之上。好，那能够到西方净土来讲的话呢，就不复为贪欲所恼，啊，也复不为什么嗔恚愚痴所恼，也就是能够离三毒嘛，啊，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啊，啊，骄慢嫉妒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根本烦恼上面的啊，而且能够获得菩萨的神通，啊，那菩萨的神通是不是要到无生法忍啊？啊，到。啊，无生法忍之后，能够得到菩萨自在神通，八地以上的菩萨，对不对？啊，八地以上的菩萨是可以随处祈求随处现，千处祈求怎样千处现嘛？啊，那得是人矣呢，还能够眼根清净。啊，为什么能够眼根清净？其实也是第七意识的具生我执，能够怎样？转染沉静了，啊，所以所见的，啊，是这个是用眼根的清净来看，啊，所以已是清净的眼根呢，见到72000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啊，就有能力去看到那么多的什么，属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如来现在眼前，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现不出来啊？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肉眼所见，只能看到我们世间所塑造的佛像啊，对不对？我们看不到佛陀的法身呢、啊，啊，是见不到的啊。但是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那才有机会的啊，因为见到了佛陀的什么报身啊，能够见到佛陀的报身以上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呢，诸佛也会啊，这个非常遥远的哈、啊，遥共赞言呐、啊。啊，不仅我们看到诸佛菩萨的这个欢喜，其实诸佛菩萨也会跟我们相应，啊，
他们也会来赞叹我们说啊，善哉善哉善男子哈，因为到了无生法忍的菩萨，那真的是哈，是非常可贵的哈，所以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啊，汝能于释迦牟尼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说所得的福德哈，那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啊，是火所不能焚，是水所不能漂啊，是可以离火难，可以离水难的。而且汝的功德呢，是千佛共说还不能令尽，表示这个功德是不是非常的广大无边呢？啊，并且呢，汝等今啊，现在已经能够破诸魔贼啊，而且坏生死君啊，诸余怨敌呢，皆悉摧灭。啊，主要就是这些魔贼啦、生死君来说的话呢。还有这些魔敌啊，这个怨敌来说的话，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第七意识的什么俱生我执的杂染。当这个转换了，转染成净，是不是就已经没有这些的威胁了？其实我们自己坏了自己的了。我们的俱生我执的什么杂染，会让我们啊，会充满了这个魔贼啊，会在生死流里头流转，因为一直脱离不了这个分段生死身嘛，啊，那而且呢，会有很多的什么怨敌，是因为我们有俱生我执，啊，那我们说无生法忍以上的大菩萨就不会有了，啊，所以才能够怎样千处祈求千处现嘛，啊，所以善男子啊。那么百千诸佛呢，也以神通力来共同来护守，啊，守护着汝，啊，因为已经是什么菩萨摩诃萨嘛。我们常讲诸佛菩萨的这个菩萨，是不是都是菩萨摩诃萨，都几乎要等同啊？因为能够千处祈求千处现嘛，能够帮助众生怎样与乐拔苦啊，啊，所以呢，在一切世间的这些天人之中呢，无如汝者。啊，已经超越了这种世间的天人胎，啊，非常的高的一个境界。其实超越了这个天人的，其实登地以上圣贤者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更何况他这个还不只是初地以上，对吧？他已经都八地以上啊，啊，八地以上一直到十地的圆满嘛，啊，所以唯除什么如来，只有在如来之下，对不对？啊，因为他八地、九地、十地之后，是不是才成佛啊？啊，只要是菩萨呢，都还是在如来之下了。啊，但是呢，其诸声闻啊、辟支佛，乃至于菩萨啊的这种禅定智慧呢，无有与汝等者啊。啊，也就是说，这种声闻缘觉来说的话，那么都还远不及呀、啊。啊，乃至于菩萨呢，这些菩萨就是果位比较低的菩萨，啊。圣贤菩萨呢，都还不如什么菩萨摩诃萨，啊，所以这里指的是什么菩萨摩诃萨呢？啊，是没办法跟菩萨，啊，就是说圣贤菩萨还没得跟菩萨摩诃萨来比，对不对？啊，因为他的智慧禅定啊，都是非常深远的功夫，啊，所以呢，啊，释迦牟尼佛对素王华啊菩萨说。此菩萨呢，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呀、啊，啊，主要呢是因为他具有了啊如此的功德圆满啊，那是透过什么智慧而来，福德智慧而成的，啊，所以能够生于什么净土，啊，也才能够生于净土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因为所谓的生净土啊，其实不止西方极乐净土。那么还有很多，其实我们说这个宇宙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世界啊？啊，来大分来说的话，是有佛的世界跟什么无佛的世界，对不对？那有佛的世界里面也有净土的世界跟什么秽土的世界，对不对？净土的世界是已经成就清净的，秽土的世界就像我们这样，但是秽土世界是不是一样也还有机会学佛啊？啊，那。也在秽土的世界，其实呢，更能够考验我们的智慧，啊，也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学习的，啊，所以，透过《法华经》哈、啊，也都是我们这个在成佛之道上面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资粮。好，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